法球员 Winter 在机场被发现包包上挂着演员金智媛 Fan Meet 周边商品小蜜蜂吊饰，约只有限量800个，让许多粉丝都十分好奇 Winter 怎么会有蜜蜂吊饰。金智媛的粉丝问他 Winter 的小蜜蜂吊饰是姐姐送的吗？得到了金智媛比心认证。事实上，金智媛曾经公开说过喜欢 aespa 的歌，洗澡的时候突然兴起就会放来听，尤其吹头发时听会特别兴奋。而 Winter 也是泪之女王忠实观众， Winter 泡泡上直呼还好是 Happy Ending， 直播时还唱了 OST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还曾说最喜欢的韩剧之一就是我的出走日记。美女们的梦幻联动让双方粉丝都感到相当神奇。Shut up， 我的 Shut up。